战马是不纯木会比较好打、啊，我只是要解木成就啊，不然干我弄战马就没太大意义了。不用了，我用龙哥就可以解决了。那个 OK 了，我示范给你看。你的打法不是不行的，但是看 我的转速比较缺伤害啊，好吗？不要缺伤害啊。我试一试给各位看、啊，看我是怎么样用这一队的。这一队真的很强，真的。你们看我用一次就知道这到底有多强。来。这一队我有铁扇公主常驻之后，我那只天狗就常驻四倍了，这天狗就常驻四倍了，所以我这队伤害现在已经不是太大问题了，懂我意思吗？这是一个配对的概念啊，当然大家提供的队伍也都不错啊，只是说我的转租我需要高伤啊，懂吗？我转租我需要高伤啊。快点水啊！叠起来！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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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那个天狗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那个天狗？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天狗？来了！过来！OK， 叠啊，没有叠好，靠腰哎！啪啪啪啪，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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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没有看到那个威力？有没有觉得好像到另外一个层次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这个常驻、哦、OK OK， 谢谢，我没有注意到。啊，新珠是哪一颗？新珠是哪一颗？感谢那个谁，跟劝，感谢。对，我没有想到那个东西。新珠是哪一个、啊？突破四倍啊，四倍攻啊，是不是觉得很稳了？因为这个我要让它转属，这个在增伤。新珠是不是？新珠还是新珠 ？OK， 了解。真的，这一队这样我就很稳妥，因为这一队我最缺的是伤害，所以我只要伤害这一队我就过了。离开天狗，砰！有没有看到？过了，一波过。没问题啊，你看那伤害也太可怕了。你听我扑了一下，妈，你整个脸都是歪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再把听狗出起来，干，太强了，吸死，看到没有？吸死他。OK 啦啊，不过这还是要炸。魔羯柱召唤，魔羯柱召唤。你有念错吗？应该没有了，差不多了。我念起来应该差不多。我干。来把龙哥赶快集起来哦，各位。
感他那个缩时有点靠北。我好像来不及转怎么办？弄多点木珠出来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样可以。OK，OK，OK。没铁扇可带谁哦？带真伤了，想办法弄真伤出来。哦，这时候我就开这只，因为我龙克来不及跳了，不然我就要死了。这只天狗不能开哦，它无视控制哦。魔界植物没有名称是不是？看好了，不灵减伤，算过的，我算过的。厉害吧？你们觉得厉害？觉得不错的一波七刷过去啊，各位观众，觉得不错的，刚刚这一趴不错的，一波七刷过去啊。水光暗是不是？不能消水光暗啊。哦，小老布珠就好了，没有这个真伤哦。木的克他是 OK 啦，我觉得先干掉，不能消水光暗呢。一波 save 了，嘣嘣，不能消水光暗哦，不能消水光暗哦，我先警告你哦。暗叠珠，暗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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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光珠在叠珠，看我那个暗珠叠起来，光珠在叠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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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狗上吧，啊呜，厉害吧？一波 seven 刷过去，刷到他妮妮都看不到的画面，要无形弹，魔界植物召唤，魔界植物召唤，魔界植物召唤。首先你要看清楚，你这样台面上有没有气息。我们讲一二三四五，有七息，你确定有七息了哦？就天狗它亏了，就无视控制，对不起，天狗是后面在用，来喽，来喽，我来哦，亏了，嘣嘣嘣嘣嘣嘣，点，我们还是开个龙科好了，我手有点抖，我有点怕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是开个龙克好了。虽然说一定是过了，黑了，是一定是过了。但是我们还是要那个安全起见，因为我怕还要再打一次，不然要是七大死赢了，对不对 ？OK 了，各位观众，哦啦哦啦哦啦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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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 KO， 很简单啊，战马，木成就，木成就。学起来，学起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我需要真伤脚？真的，我需要真伤脚。我的转珠了，我的转珠，有点神哦。这一队，对，这组队概念的问题。这队很少看有人这样配，但是这一队真的伤害有点低，你一定要放真伤脚才会强。也要拍速刷吗？哎呀呀呀呀！